经过这么多年过后，今年终于办成了第一届的武林大会，所以希望每一年我们都会办一个这一个武林大会，让大家这个都喜欢跳舞的人，有机会聚在一起，然后去欣赏一下别的舞社在练一些什么东西，或者是去看一看到底还有什么舞蹈元素可以稍微帮忙一下，就大家平时学习。为了今天的这个武林大会呢，我们很开心，各位老师都很愿意参加的。当我邀请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很快就答应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小部分的舞蹈社还是今天没有来啦。希望明年真的是可以全懂舞的舞蹈社都可以过来。然后这个武林大会呢，就为了这一个武林大会设计了一个 logo， 那个 logo 是一个舞姿，然后舞姿下面一个懂舞的懂，就是代表这个武林大会，就是懂舞的武林大会的概念。所以我就有设计一点的周边商品，不多。这个包包，这边啊，这边一个舞姿，这边下面一个懂舞的懂，所以是专属我们懂舞的舞蹈的大会。所以如果有兴趣要买的话，那里有一个八扣，你可以自己去那边买，没有人会跟你收钱啊，你就是那边 send 八扣，自己还30块钱，我自己拿，有黑色和白色两个而已。哎，数量不多，白色剩下20几个，黑色剩下10几个而已，没有很多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，你们就自己去那边自己买啊，没有卖家在那边，你们就自己那边 send 八块，或者直接放 cash 30块钱在桌子上也可以。因为今天每一个老师都很忙，没有人可以照顾这个 bed， 所以你们就自己去那边拿。接下来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会送一些纪念品给每一个老师。首先有请开心广场舞的闪回力老师来，请你出来好吗？这个牌子呢，等下呢你们可以拿来拍照的那个。谢谢你们的踊跃参与啊！好了，紧接下来有请我妈妈 Longline Dancer 令老师。哇，老师你好性感哦！哎呀，再来有请 Shepherd Studio 的老师，有请。还有就是 The Studio 的宝宝老师，来有请，还是代表。每次说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很漂亮的，你们差点认不出我化妆妆之后，最后呢就是我们的 BB Studio 来我们拍一张大合照好吗？来，我们老师们先拍大合照，其他的今天晚上的表演者，等下我抽到你们的老师的名字的时候，或者是你们studio的名字的时候呢，麻烦你尽快的就是站出来好吗？和你们的老师还有那个纪念品拍一张大合照。OK， 有请开心广场舞的男生们，请你们准备一下。